巡逻机车，然后再停个红灯，然后那时候他骑到我旁边，我是看他就是脸色比较不稳定，就是脸色通红，就怀疑可能他有酒驾的情势。然后后来查询他的车籍，就是他就是没有驾照，之前有酒驾被注销这样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停示意他旁边停车的时候就，他就开始就是往前通红。那时候骑车追到他到那个文化路那边，那边人潮比较多，那我怕他如果继续骑车就是乱冲的话会影响其他用户的安全，所以我就赶快把他拉下车，然后压制，然后查询他身份是不是有通缉犯什么的。然后后来支援警力赶来的时候，就是有对他进行搜身这样。